本期王者之路内容提要 IPL 4总决赛决战拉斯维加斯，英雄联盟 3D 版画面出炉，国服皮肤主题系列黑色童话上架，英雄联盟新英雄半人马战争魅影，本期 Top 5神勇小飞机暴力五连杀，本期黑莫丁格研究所为您揭秘英雄联盟的科学技术，本期瓦洛兰利刃守则放逐之刃瑞文详细解析教程。本节目由5652特约，由第八网络、第八 TV 游戏频道独家制作，并由以下媒体联合提供播出。大家好，这里是由5652特约，由第八 TV 独家制作的英雄联盟专题节目《王者之路》，我是主持人子涵。那么应广大玩家的强力吐槽，我们王者之路节目组呢，每个人出了10块钱给我买了一条新裤子。虽然呢，我个人觉得这条裤子啊太卡通了一点，不是很适合我，但是为了广大基友们，我也只好牺牲一下色相了。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正式进入本期节目。日前 IPL 第四赛季线下总决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同时进行的还有 GSPL 战队赛决赛，其中英雄联盟项目总决赛名单包括了 DIG、 CLG、GSM 等众多知名职业战队，相信一定会为我们带来十分精彩的比赛。IGN 官方公布 IPL 第四赛季总决赛地点位于拉斯维加斯的 Cosmopolitan 酒店。 IPL 4星际争霸2项目总奖金高达10万美金，同时英雄联盟项目也将有5万美金的奖金。昨天官方也宣布 GSTL 2012第一赛季的总决赛也将在 IPL 4总决赛上进行。英雄联盟项目晋级总决赛名单包括 DIG、 EPAC、 CLG、 TSM 等八支队伍， CLG 与 TSM 作为老牌的北美强队，自身强大的实力毋庸置疑， Deras 作为新队友加入 TSM， 能否使 TSM 重振当年雄风。另外，IPL 4是 Mono 战队第一次在大型英雄联盟赛事上展现自己，他们在线上资格赛三四名争夺中输给了 Sirs， 成为了第八支 IPL 4参赛队伍，在资格赛中干掉了 M5 和 AL， 是本次比赛的头号黑马，相信能给广大玩家带来更多耳目一新的战术体验。前不久，美服英雄联盟官方放出了一段 3D 版的游戏演示视频。当然了，由于我没有 3D 眼镜，也不知道这段视频的 3D 效果如何。不过啊，假如说英雄联盟真的推出 3D 模式的话，相信最高兴的人一定是生产 3D 眼镜的厂商了。英雄联盟官方日前推出一部新的关于 3D 游戏模式的视频，让玩家在玩游戏的同时体验世界级大片的效果，相信此效果推出会有许多玩家在第一时间去购买 3D 眼镜。但考虑到视频推出日期，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向乐于搞怪的拳头公司此举是在娱乐大众，还是认真的为未来游戏的发展做考虑。具体关于视频真假的鉴别，还是交给广大玩家去细细分析吧。日前官方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英雄联盟皮肤主题系列黑色童话，此次入选黑色童话的英雄有安妮、摩腾、乌迪尔、阿木木和好运姐共5个人。下面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些皮肤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黑色童话吧。国服官方近日推出了新的皮肤系列黑色童话，这次的皮肤主题包括科学怪熊的新娘安妮，一向造型甜美的安妮此次给我们带来了她的另一面。赏金猎人依然美艳火辣，
与黑手党皮肤更是透露出几分狂野。阿木木一改以前的忧郁眼神，穿上闪闪发亮的盔甲，保护着身后的公主。野区高帅富乌迪尔皮肤四神之力，每种形态下都显示出那不俗的实力。在英雄露露推出不久后，美服官方又公布了一个新的英雄半人马战争魅影，预计官方将会在下一次补丁更新时推出。虽然官方并没有放出该英雄的详细资料，但是从官方的新闻介绍中，我们猜想这位新的英雄应该是属于近战肉搏型英雄。如果你比较热衷骑着骏马耍着大刀，首当其冲与敌人厮杀，将敌人践踏在你的脚下，那么半人马战争魅影一定不要错过。近日美服论坛上出现一个匹配机制即将进行调整的消息，官方发布了一个投票帖，征集玩家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便于匹配机制的改良与调整。此帖迅速引起玩家热议，美服许多玩家都参与投票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而秒退以及匹配的公平性等都成为了玩家关注的热门问题。相信官方在完成投票征集以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加完善以及严谨的匹配系统。很多跟我一起玩过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乌迪尔控，专注打野30年。那么对于乌迪二这种没有远程技能的英雄来说呢，最讨厌的就是维恩、EZ 这种会滚会闪很难追上的英雄了，一不小心就被放风筝放得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呢，本期微博话题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英雄联盟之中你最不想遇见的英雄是谁呢？在英雄联盟众多英雄之中，有喜欢的英雄，那么就会有不喜欢的。或许是因为技能强势，或许是因为长相难看不招人喜欢，或许单纯的被某个英雄坑到不能自理，从而产生心理阴影。比如你在残血回城的时候，头上突然冒出一条红线，而你又无法抵挡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呢？或许你最讨厌的英雄是肾，全凭大招支援，在你快将对方杀死的时候，面对敌人突然暴涨的生命值，你是继续攻击呢，还是转头逃跑呢？或许你最讨厌无蓝条的英雄，无消耗的技能压制，是不是顿时有想骂人的冲动？或许是虚空行者卡萨丁，所有脆皮残血英雄的噩梦。作为一个法师，拥有高额的输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5秒闪现一次的虚空行走，让卡萨丁杀人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还有提莫宝宝，那漫山遍野的小蘑菇防不胜防啊！团战中你使用的英雄将对方杀得七零八落，最后还剩下一点点血量时全身而退，而在躲入野区的途中，只听崩的一声，就看见自己剩下的血量在慢慢减少，最后屏幕一挥，顿时你会不会想把提莫拖出来五马分尸呢？参与我们的微博互动，在我们的话题下留言，幸运玩家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品，我们将在下一期公布获奖名单并发放奖品。一等奖任意6300英雄，获奖人数一人；二等奖任意3150英雄，获奖人数两人；三等奖三日金币卡三张，获奖人数三人，一人一张；参与奖随机抽取4名玩家，双倍金币卡一日。微博地址 t.qq.com/d8tv 撸啊撸。又到了简单易懂的徐老师趣味教学时间。自从王者之路推出参与微博话题讨论赢大奖的活动之后，很多撸子们表示不清楚该如何参与。那么今天徐老师就教大家如何中奖。首先我们需要使用你的 QQ 号注册一个腾讯微博，然后在地址栏输入 t.qq.com/d8tv 撸啊撸，或者直接搜索王者之路。当然你也可以同时搜索关注苍老师、陈老师、徐老师等知名人士的微博。回归正题，在进入王者之路的官方微博之后，点击立即收听，之后在置顶的帖子中找到本期微博话题，点击转播，然后输入你对该话题的看法就可以了。当然你说的话越多越靠谱，就越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哦。 Victory。又到了简单易懂的徐老师趣味教学时间。前不久美服官方放出了一段 3D 版英雄联盟的宣传视频，在广大撸子之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信现在有不少机友都在望眼欲穿的期待着 3D 版英雄联盟的正式推出。那么为了丰富广大机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徐老师经过夜以继日的刻苦钻研之后，终于破解出了隐藏在英雄联盟之中的 3D 模式。今天徐老师就教大家如何玩 3D 版的英雄联盟。首先前期的准备工作，一、电脑的操作系统为 Vista 或者 Win7。 二、U 牌的独立显卡并更新了最新的驱动。三、我们还要有一副 3D 眼镜。
接下来我们在电脑桌面上点击右键，选择 New 牌显卡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左侧选择设置 3D 立体视觉，然后在启用 3D 立体视觉前打勾。假如你是第一次设置 3D 效果，系统会自动启动设置向导，按照提示选择自己的 3D 眼镜型号，并完成一大堆的测试之后，神奇的 3D 模式就成功开启了。这时你再进入游戏，就会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撸啊撸变成 3D 模式了。那么接下来就请尽情地享受牛逼闪闪的 3D 版撸啊撸之旅吧。 Victory。通过修改录像文件版本这样逆天的方式，我们的录像系统又可以使用了，所以呢，国服的 Top 5评选也恢复正常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五杀、六杀、七八杀的精彩镜头，不要忘记发送邮件给我们。另外呢，最近我们王者之路节目组啊，正在进行一个趣味视频的评选活动，如果你在游戏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也可以发给我们。欢迎收看本期国服 Top 5。 Top 5第五名，死磕空大五连杀。此战发生在对方野区幽魂处，对方塞恩与猴子躲在了有视野的草丛里，队友莫甘娜一记 Q 击中了塞恩，死磕立即开启 W 减速塞恩。此时对方火人赶来，莫甘娜闪现开大牵制住火人，死磕开启 E 技能上前消耗塞恩血量，莫甘娜被火人带走，残血的雪人与塞恩也交代在了死磕的污染之下。此时后方的队友树人血量过大半，死磕开启污染并减速对方二人，可惜未能解救树人，对方好运姐死在了死磕的污染之中。此时队友猴子开启大招支援，对方狂战士也赶了过来，随后二人一一交代在死磕的污染光圈之中。 Top 5第四名，不是每个 EZ 都有神级意识。在 EZ 复活后意识到对方正在打大龙，EZ 并没有立即开大，而是往前走了几步后果断开启大招，在队友一阵期待中成功抢下男爵。Top 5第三名，兄妹演绎华尔兹。剑圣正在带线，剑姬在草丛中等待gank时机，不料对方蛮王从河道处溢上前来并开启减速，剑圣往后方走去，当对方莫甘娜 Q 技能就要击中剑圣时，剑姬立即 Q 上前去为剑圣挡掉了一击，并开启 E 技能攻击蛮王。此时剑圣果断开启大招朝蛮王 Q 去，蛮王直接被秒掉，莫甘娜见势不妙立即开启大招，同时剑姬也开启大招躲避莫甘娜的大招伤害并消磨对方血量，残血的盖伦被剑圣带走，此时仅剩莫甘娜一人在慌乱中也被剑圣击杀。 Top 5第二名，慎塔下冷静反杀。慎正在与盲僧纠缠，不料对方猴子赶来，慎闪现到后方，猴子给慎上了点燃，此时盲僧 Q 中慎并将慎打到丝血，盲僧越塔想强杀掉慎，在盲僧放出 E 技能时，慎开启 W 逃过一死，并在防御塔的帮助下击杀了盲僧，不过猴子还紧追不舍，在防御塔的攻击下半血的猴子也只能隐身从塔下逃走，等待下轮攻击，而慎并没有回城的意思，在猴子溢上前来想带走慎的同时，慎果断瞬移与猴子拉开距离，并在防御塔的攻击下反杀掉猴子。Top 5第一名，天降神兵。潘森正在中路带线，队友在对方高地与对方纠缠，突然对方梦魇开大，潘森也立即往对方下路高地盲放大招，没想到将对方好运姐与梦魇直接压死，随后将残血的莫甘娜一并带走，此时潘森转身晕住剑姬，配合队友将其击杀，而对方狼人在前方追杀残血的爆破鬼才，在爆破鬼才被狼人击杀后，队友迅速将狼人带走。接下来请看玩家推选的坑爹视频，伤不起的金属大师。队友在对方高地与慎金属纠缠，卡牌击杀了慎，此时卡牌看见对方前来支援转身撤退，空血的金属准备回城，由于位置过于靠前，队友提醒金属后撤，金属在退到草丛附近时再次回城，没想到卡牌恰好走进草丛踩到蘑菇，金属就这样神奇的死在了队友的脚下。欢迎收看本期美服 Top 5。 Top 5第五名，卡特琳娜夺命华尔兹。下路对方乌龟先手嘲讽维恩，随后小丑与 EZ 合力将维恩秒杀，局面瞬间变成3-2，队友赵信冲向小丑，
卡特琳娜见对方所有火力都被队友吸引，立即技能E闪现到对方中间，开启大招死亡连滑，对方小丑第一个被击杀。在技能结束同时，卡特琳娜技能E到 EZ 身上，同时交出点燃杀死 EZ。 此时卡特琳娜还剩下一点点血量，对方乌龟依靠血量的绝对优势紧追卡特琳娜。在乌龟即将追上时，卡特琳娜回头E技能到己方小兵身旁，险象环生，夺过一劫。队友赵信似乎有着与乌龟同归于尽的想法，并没有逃走，而是冲了上去。在赵信倒下的瞬间，卡特琳娜回头将乌龟反杀。 Top 5第四名，神勇小飞机。下路小龙处，飞机与队友剑圣迅速赶来，飞机先手技能2秒掉了对方残血的剑圣，队友则为了给飞机争取输出时间，也死在对方手下。飞机显然没有让队友失望，接连将对方残血的英雄一一击杀。 Top 5第三名，狂野猎手绝境反杀。下路对方狐狸阿狸率先冲了过来，技能E魅惑妖术命中狂野猎手，紧接着一套技能瞬间打下半血，狂野猎手立即交出闪现与对方拉开距离。对方狐狸开大强行顶塔强杀，但是没能成功将狂野猎手杀死，随即跑入草丛。等队友狂战士顶塔也冲上来时，对方狐狸才从草丛冒出。眼看狐狸丢出技能 Q 欺诈宝珠时，狂野猎手立即变爆，跳过了这致命一击，跑入草丛。此时强行冲上来的狂战士已经被队友提莫点的血量不是很多了，再加上点燃的持续伤害，狂战士在进入草丛时，狂野猎手突然将其反杀，转头冲向对方狐狸，残血将对方狐狸反杀。此时狂野猎手仅剩下不到20点血量，这时后方又出现哨兵之伤，眼看就要追上时，队友提莫神奇般的虚弱成功的救下了狂野猎手。对方哨兵之伤见无法追上，转而大招开启定住提莫，狂野猎手一发超远标枪成功将哨兵之伤秒杀，队友提莫以微弱的血量活了下来。 Top 5第二名，远古巫灵究极能量炮。中路草丛，双方各自在草丛中埋伏等待对方冲出，远古巫灵凭借技能攻击范围较远的优势先手大招，将对方打个措手不及，随后依靠队友龙女与慎的配合，成功限制住对方 DPS， 瞬间将对方全部秒杀。 Top 5第一名，口水照样吐死人。小龙河道处，队友猴子先手开大发条魔灵，紧接着大招啊，此时对方血量顿时狂下，队友猴子吸收伤害过多，放弃追击后退，大嘴立即追击，先后大招啊，成功将对方逃跑的残血英雄一一击杀。 接下来请看玩家推选的视频。上路敌方阵型受到切割，队友稻草人隔墙开大，不料失误没有成功跳过，这时风女果断开大将对方弹入稻草人大招范围内，随后在队友的配合下将对方击杀。接下来又到了黑莫丁格研究所的时间了，在连续两期关于野怪的研究之后呢，本期黑莫丁格研究所非常的具有科技含量，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英雄联盟之中的科学技术。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英雄联盟的科技发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吧。英雄联盟的文明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在符文之地上，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瓦洛兰社会的加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本期黑莫丁格研究所将为您揭秘英雄联盟之中的科学技术。欢迎来到黑莫丁格研究所。符文之地是一个充满魔法力量的星球，在这里由于丰富的魔法能量以及对魔法熟练的使用，魔法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在这里每件事几乎都和魔法息息相关，但是在德玛西亚与诺克萨斯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对于魔法力量的滥用严重地危及到了符文之地的自然环境，让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臭氧层更加岌岌可危。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决心摆脱对魔法的依赖，他们开始发展魔法之外的另外一种全新能量——科学技术。虽然在符文之地，追求魔法力量的人要远远多于追求科学技术的人，但是科学力量还是在符文之地发展壮大起来，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科学家。大发明家黑莫丁格是英雄联盟之中科学技术的代表人物，是当代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他有着许多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各种科学研究，比如 H28G 进化炮台、海克斯科技微型火箭、 CH1 震荡手雷等等，而且他还发明了符文之地世界中的电灯，照明星光棒。另外他在人体生命学领域也是一位顶尖大师，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自己的大头。机械先驱维克托是机械自动化领域的专家，他在年轻时就对科学与发明充满了激情，并且率领他的团队在机械自动化领域完成了一大创举，研发出了拥有人工智能的蒸汽机器人布里茨，以此协助祖安进行废物再利用的判断工作。然而他的这一伟大发明却被一个叫做斯坦里克的邪恶博士篡夺了，并且斯坦里克还将这种技术用于复活首领之奥厄加特。愤怒的维克托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抛弃了自己的肉身，并植入在他眼里更加优越的海克斯科技器官。现在的他几乎看不出原本人类身体的任何痕迹了。爆破鬼才吉格斯也是英雄联盟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并且生来就有着鼓捣机器的天赋，就连黑莫丁格都称赞他才华横溢。然而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而是一个草根科学家，虽然经历了一次次的实验失败，但他依然凭借着过人的天赋研发出了一种叫做海克斯爆破的强力炸弹。在约德尔学院的教授被绑架之后，吉格斯一个人把监狱炸了个翻天，并且成功地营救出了被绑架的教授们。在此之后，吉格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德尔学院的爆破院院长。机械公迪兰博和吉格斯一样，也是一位天才人物，他喜欢修理东西，喜欢和各类小工具待在一起，他可以利用各种零件组装出神奇的发明，从小就展现出了机械师的天赋。不过兰博由于从小身材矮小，经常被欺负，所以养成了偏激的性格。他认为像黑莫丁格这样为人类创造发明的科学家是约德尔人之中的叛徒，因此他拒绝到约德尔科学与进步学院进修，而是独自一人创造出了拥有英雄联盟之中独一无二热能系统的机械装甲。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化学同样是重要的一门学科，只不过在大多数人眼里，炼金术是邪恶的象征，因为恐怖的化学药剂总是会被利用在军事战争之中。炼金术师辛吉德和嗜血猎手沃里克，他们师徒二人为诺克萨斯军队制造了很多可怕的化学药剂，每次化学袭击过后总是尸横遍野，满目疮痍，这最终招来了艾欧尼亚最伟大的治愈师众星之子索拉卡的诅咒，将沃里克变成了一只嗜血的狼人。好了，关于符文之地科学技术的研究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英雄联盟还会推出更多有趣的新英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宏大和完美的魔法世界。
赌的徐老师英雄教学时间，今天教大家玩无双剑姬非要拿。技能加点主 W 负 E 一点 Q 由大点大。推荐装备，出门不甲加武红，之后出忍者鞋加两把多兰剑，中期出银雪剑破甲弓，最后再出冰锤无尽春哥甲。三、二、一，在我们和对面的少年和谐有序的补兵的时候，时不时的跑到他面前骚一骚，用脸嘲讽对面的少年来打你。当成功嘲讽到他的时候，就开 W 反抽他一下，不知不觉这个少年就变成残疾人了。然后我们果断追杀。现在这个少年跑回了塔下，雅哈居然还敢跑出来嘲讽我们，以为有这五秒真男人，我们就不敢越塔强杀你吗？必须不能忍，先开 E， 然后一个 Q 冲上去呼你熊脸。Victory。放逐之刃瑞文作为英雄联盟之中少数几个短发妹子之一，受到了很多短发控的喜爱，再加上她强力而且无消耗的技能，一跃成为上单热门人选。不过其复杂的技能连击却让瑞文变得并不是那么容易上手。那么本期瓦洛兰利刃守则为您带来放逐之刃瑞文的详细教程。这样的敌人打，就算剑是断的，整个局面我也能 hold 住。放马过来吧，你会死得很光荣的。Lady Go！无法逃过惩罚。瑞文，这位拥有着漂亮脸蛋和华丽手段的女战士，依靠着技能的实用性以及无消耗，同时带有多段式小规模突进技能，一直跻身在上单强势英雄的行列之中。然而因为其复杂的操作和考究释放时机的连段，使得不少拥有倾慕之心的短发控玩家都被挡在了上单王者的大门之外。想说爱你不容易，本期瓦洛兰利刃守则带领新手玩家走进这位有趣并且拥有极强操作性的战场精灵。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下瑞文的技能。首先是 Q 技能折翼之舞，瑞文向前释放一连串剑技斩，该技能可主动释放三次，分别对面前造成小范围 AOE 伤害，并在第三级对敌人产生击退效果。该技能伤害可以算是弱化的普通攻击，但是因为能够叠加被动，所以搭配普攻实际上能造成很大伤害，而且击飞效果的存在也能算上一个不小的控制。位移效果更是让瑞文在蹦蹦跳跳之中就轻易切入或者逃离战场。W 技能镇魂怒吼，使得瑞文能够伤害并晕眩附近敌人，虽然有晕眩效果，但不要高估这个技能，因为范围以及晕眩时间都不足一提。但是同样不要低估该技能，该技能可以配合折翼之舞或者勇气冲锋使用，成为瑞文的主力输出连段中不可分割的一环，而且伤害不俗。 E 技能勇气冲锋，使得瑞文能够产生一个短时间的护盾，并向前方位移一小段距离。该技能同样全面而且强大，不仅能够触发被动，而且位移效果以及护盾的存在也能让瑞文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二技能放逐之风，瑞文能够瞬间获得 20% 攻击提升，并且提升伤害性技能以及普攻射程，同时给予瑞文一次使用破风斩的机会，能够释放剑技对前方目标造成一定范围物理伤害，敌人的伤势越重伤害值越高。该技能使得瑞文在短时间内强化输出能力，因为该技能释放延迟的关系，尽量选择在切入前第一时间开启。被动技能放逐之刃，瑞文每次使用技能都会为他的符文之剑充能，下次普通攻击造成额外伤害，最多叠加三次，每次攻击触发一次。瑞文的被动提供了他不可思议的单挑能力，而有 AD 加成也是他强大的原因，千万别低估被动提供的伤害。在技能后接普攻非常有价值，
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存在，才使得瑞文有了一系列的连段。让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瑞文强大的连段伤害是如何实现的。理想状态下，瑞文完整的输出连段建立在最大化被动的基础上，因此每次技能后附加普攻无疑成了最大化输出的方式。然而由于对线以及团战复杂的站位和短暂的机会，往往不可能给予瑞文如此充足的时间以及完美的状态去执行这一套连段，因此如何排列正确的技能释放顺序同样也需要大量的实战经验。让我们从对线说起，既然瑞文是个上单很强势的英雄，所以瑞文在游戏中的归属一定是上路。在上单的过程中，等级压制的重要性非常的明显，因此瑞文对线需要掌握的要领就是利用自己技能无消耗的特点，尽可能的在保证自己补刀的情况下不断消耗对方的血量。由于瑞文的 Q 和 E 技能都带有小范围的突进能力，配合 W 的晕眩效果，如果对方想补刀，一旦进入了瑞文的技能范围，就果断 E 上去接 W 晕住他，然后 QQQ 三连斩。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对面的对线英雄已经明显的在线上占优，并给了你很大压力的话，就要视当前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把你的所有技能全用在进攻上了。如果对方是个像船长这样的英雄，又在对线上压制住了你，那样如果还是把瑞文的所有技能用于输出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当你的技能放完后，船长很轻易的就能凭借自己的被动黏住你，当你想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技能 CD 全在冷却中，已经处于拼也拼不过，想走也走不掉的尴尬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活用瑞文 Q 技能的多段式突进，在 E 上去接 W 耗了一波血以后，还是要见好就收，利用后两下的 Q 早早的退回安全地带，以免被对方解晕之后的强势反击一波带走人头。而在比赛的中后期，瑞文在装备的支持下已经拥有了可怕的爆发力，团战时瑞文往往很难去执行一套完美的输出连段，而 QQQ 三连击的击飞效果以及快速切入接 W 眩晕能够给团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区分一个瑞文是否优秀，就是看他能否最大化碾压脆皮的能力。在敌方 ADC 或是 APC 身上打一整套 combo 会彻底的改变游戏的结果。这场遭遇战发生在敌方红 buff 区域，我方猴子首先吸引敌方火力，而我则选择从敌方最后排的位置直接通过 Q 的三连接入，在猴子大招的帮助下，我通过 W 技能成功控制到敌方雪人、法外狂徒以及波比三人，并且通过破风斩直接秒杀雪人与法外狂徒。敌方波比在开启大招后也没能逃掉，被我方围杀。此时对方探险家与阿离见势不妙直接后退，而我则通过不断的冲锋与折翼之舞以及闪现努力追上了 EZ。在击杀掉 EZ 之后，我通过勇气冲锋躲掉了致命的防御塔攻击。此时我准备直接回城，但阿离看到我残血准备直接收掉我，于是我果断勇气冲锋，镇魂怒吼，折翼之舞连开拼掉了阿离，并且再次通过勇气冲锋化解了防御塔的攻击，成功逃脱。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在技能加点上，通常建议主 W 的加法。W 作为一个稳定的控制以及伤害来源，是瑞文骚扰配合的主力技能。之所以主加 W， 是因为 W 的 AD 加成比 Q 高，而且由于 Q 操作难度较高，在没有先手晕到对方的情况下，很难让对方英雄结结实实的全吃你三下 Q 的伤害。负 E 还是负 Q， 则是要根据场上的局面决定。负 E 更偏向于赖线，能极好的对抗压制性较强的对手，而负 Q 则是在进攻性上会比较强。装备选择上，布甲五红出门上单标准装，第一次回家补充鞋子以及一到两把多兰剑，前期第一个小剑推荐残暴之力，全 AD 加成以及 10% 的技能冷却减少都无疑使得瑞文在使用无消耗技能时更加的如虎添翼，肆无忌惮。随后根据场上情况，在小冰锤、暴风之剑和巨人力量腰带中选择一剑过渡，如果局势比较明朗，直接云雪剑则会最大化瑞文技能 AD 加成伤害，选择狂徒以及阿塔玛之戟则能够极大提升你在战场存活能力。后期则要根据对手阵容，在青鱼、大冰锤、守护天使中选择一二。符文上，
红色选择护甲穿透，黄色选择固定护甲，蓝色选择成长模抗，精华选择攻击力。这套符文比较全面，对于瑞文来说属于万金油的搭配。天赋上选择21-90，标准无蓝条上单英雄点法，防御9点，点出召唤师决断和老兵，前者强化治疗，后者提升生命值。召唤师技能选择闪现和治疗，同样是上单的标准搭配，闪现加点燃则更加富有攻击性。总之，瑞文就是这样一个全面的角色，能打能扛，能跑能接，而技能的无消耗也使得瑞文成为新一代的上单之王。或许你觉得全面就是平庸，但请千万别掉以轻心，往往瑞文就会在蹦蹦跳跳的过程中将对手挥刀斩下。假如你喜欢切后排，放倒对面的核心输出，体会那种冲入敌阵取上将首级，然后安然而归的激情，那么瑞文就是这样一个你想要的英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王者之路的全部内容。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参与微博的话题讨论。每一期我们都会在微博上选出幸运玩家，送上英雄、金币卡、游戏外设等精美奖品，也许其中就有你的名字。王者之路，我们下周四再见。本节目由5652特约，由第八网络、第八 TV 游戏频道独家制作，并由以下媒体联合提供播出。